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不将惧惧惊，其罪责不何寡惧惧错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恁的砖塔唔通用外面的平头门甲挂金器，也是穿衣服做砖塔，就是用心内稳巴的人，穿温柔恬静的心神做袂败坏的衣服。这伫上帝面前是真宝贝，因为在早成的负责人就是仰望上帝的。也是安尼，家己挣脱，顺服家己的丈夫。今仔日咱行来到这，我相信真无简单，真无容易。我真有可能，咱在座的兄弟嘛会想讲，时间哪会过了这紧？这紧的发生，未赴来应付。当你牧师爱我来主持安葬礼拜的时阵，我随时就在想讲，要用倒一位的圣经。然后有两个字马上走进来我的脑海内，就是安静。安静的负责人。实际上，我本身没有机会熟悉东方长老、严刚长老，也是伫我伫中孝路教会服侍的时阵，有捌看过伊。总是一个人要安怎来予人熟悉，就是在伫伊身躯边的人对伊的印象甲记忆。所以我有私底下问阮个兄弟，讲我若选这段圣经，敢有适合用来形容工长老？随时我着得到回应，讲有。佮有人分享讲，
那当中了是火，安尼当中了就是水。也伫拜四暗，咱家庭礼拜的时阵，听到恁牧师来分享，讲当中了，伊做一个决定，伊选择做一个真安静的富人人，用伊的安静，真做全家大细开力，尽力来服侍。这是伊的选择，那是顺服的丈夫，也是顺服的上帝引带。伊是伟大的母亲，是疼媳妇的大家，是温柔好手艺的阿嬷，是予咱少年的工厂了。虽讲暂时离开安息的主怀，总是伊的脚迹留予咱通好来跟随。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我阿公带阮规个家族在扫墓的时阵，阮拢会先静默三分钟，然后阿公就会带头引导阮做伙来祈祷。其中有一句话，伊一定会讲，就是，予阮会当照着祖先所留信用水的脚迹，来往所插的标来泡澡。江中乐用伊安静的性命，正做活活的见证。继续搁活伫咱的心内底。短短分享最后，我想言语表达有限，所以我有想要用一首诗歌来献乎咱的遗族，甲江长乐，用一首感谢母亲所写的老歌，咱做伙来笑念。用情加着一蕊真荣花，想起老母的栽培，伊照顾我身体勇健，又关心灵魂我命，伊疼我常常流目屎。我着用好心来服侍，老母的疼比山较悬，比海搁较深。你的慈爱亲像水长，流落伫我心。啊永远讲不尽，老母心肝不时有烦恼，老日为我的祈祷，爱我常常甲主加添，热心疼痛永无变，伊用主听堂来听我，我的地主来明生我。老母的疼比山较悬，比海搁较深。你的慈爱亲像水长，留落伫我心，啊，老母你的温情永远讲不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祝你伫大时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也做阮的帮站，做阮的瓦壳。主，你的心是安慰的心，要点伫阮每一个在座所有兄弟的心内底，特别甲伫林家三甲地带。主，求你的圣手运行动工，阮知言语有限，所表达的有限，总是阮的少年藏伫心内，
求主你来安慰，来扶持，要阮会当学习当中了，伫生命上荣华的时阵，伊奉献伫你的面前。我学习安尼水的脚迹，用我的一生也安尼来尽力疼人、服侍上帝。主，感谢你，我们搁要祈祷，求主你感动当中了的心，继续感动伫阮每一人的心中，鼓舞阮，互阮会当继续跟随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。这是阮要继续求你来引带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
慢慢摸一下。Thank you.